原标题：亚洲最幸福的国家，面积很小，却富得流油。奉中国人为祖先，在我们的认识中，日本、韩国等作为亚洲第一批发达国家，他们应该是亚洲最幸福的国家了吧？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有个国家位于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部，属于亚洲的东南部，国土地面积比我国的一个市还要小，人数也不是很多，大约30万左右，但却被称为最幸福的国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皇室中有一位中国人，这个国家被称为博尼种，就是现在的文莱。文莱原名博尼，是国王统治的国家。说到国王统治，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国家很弱小，事实不是如此，这个国家很富有，人均 GDP 在世界上排名第六。文莱的面积只有5765平方公里，还不及中国的一个城市。中国的广州和深圳都很发达，但这个国家比广州小，因为文莱是石油主要产区之一，所以相比其他国家，文莱就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在文莱，人们非常重视教育，不仅是在国内所有的教育是免费的，就连出国深造的费用也由国家出的。不仅如此，在医疗方面也是免费的，如果是在自己的国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出国治疗的费用也是由国家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个国王统治的国家，皇室实际上有一个古老的中国祖先黄森平。黄森平生于元朝末年，黄森平初名元寿，因黄元寿在中国南海森平滩剿寇抗倭功勋卓著，明洪武帝朱元璋特赐名为黄森平，作为出使婆罗洲加里曼丹使者的名字。黄森平率领整个家族及邻居数千人，经西南部缅甸避乱航海南路，抵达婆罗洲及现在的加里曼丹岛。他们在东加里曼丹的一条大河河口登陆，黄森平和华人同胞在断手河流域努力，力量迅速发展，声威远震，等人共同努力发展，很快形成了一支有效的力量。当地人很崇拜他，都称他为拉独，因此黄森平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中国政权的部落，并在那里茁壮成长。当时文莱受到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和苏丹的侵略，文莱的新国王马哈茂德沙拉向黄森平寻求帮助，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自此这两个政权便结成了联盟，黄森平领导中国军队打败了其他国家的侵略，文莱也避免了被其他国家征服的命运。后来文莱国王马哈穆德沙拉去世，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，黄森平也被任命为国师，在文莱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。虽然黄森平在文莱有着很高的地位，但却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，也从未忘记回家。在1412年，黄森平以文莱国国王带领着几百人回国参拜永乐大帝。黄森平在抵达南京市的时候不行离世了，被明成祖以皇家厚葬在中国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其实文莱和中国在古代就来往密切了，在文莱首都郊区外的山上有一具古墓，是按照中国特色建造的，虽然碑文已经看不清楚了，但是上面的王总兵之墓五个字还是能看出来。每逢节假日，文莱所有皇室成员都要到此墓祭拜。对于这个墓可能是文莱的后人为怀念黄森平而建造的，黄森平的妹妹和第二世苏丹艾哈迈德育有一女，嫁与沙里夫阿里。他是从阿拉伯来到文莱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后裔。1425年第二世苏丹艾哈迈德去世后，由沙里夫阿里继位为文莱第三世苏丹。此后世世相传到金苏丹博尔基亚为第29世苏丹。正是因为黄森平、黄森平妹妹、黄森平儿子三人对文莱建国时期政局的贡献和长期影响，
所以至今文莱民间还传说文莱王氏奉黄三平为始祖的说法在流传。现代文莱王氏虽然强调马来话，但也未正式反驳此种说法，相反对黄三平的评价极为正面，将其列入文莱王氏世系图中。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有黄三平墓，王氏博物馆中还留有黄三平的遗物，黄三平儿子的墓地也一直得到王氏的看护和修葺。版权声明，文章源于网络，如侵权请联系责编投稿信箱 tt@weizy.cn， 欢迎您原创投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Thank you.